那你就自行再加入进来就可以了。那加入的方式很简单了，反正第一个登录 Google 账号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你就点击它，它会有一个申请会员资格，那你就告诉我说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，那我就帮你加进来。那以后的话，我上完课，我会把那个我们上课的连结贴到这边，并且告诉你我们上了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上课的完整影片也在这里，所以你就点击它之后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内容了。好，那基本上哈，这个影音的部分呢，我是不公开的啦。好，就是说呢，也许你可以看到片段，但是你要看到完整，只有来上课才可以。好，这主要是哈，还是要保障一下那个我们上课学员的权益问题啦哈。哎，当然很希望大家能够，如果要看到完整的影片的话，还是要来上课啦哈。有些同学没有来上课，想要看完整，那怎么？那每个人都看完整，那我就不用来上课了，我就在家里录一录，放上去了，也不用开课了嘛，哈。不过这也是趋势啦，因为大家哈，慢慢还是发现，你听一次会听得懂，全部记起来，应该是不太可能的，好，除非是你是天才嘛，或者你记忆力超强，哦，发现好像要学程式哦，记忆力也要很强，不然的话，你那个很多细节忘记的话，漏一个地方都不行。有没有上个礼拜我们做了很多事嘛，包含什么下载一些安装环境啊，包含 Python 的这个版本，安装 Django， 然后呢再把这个 Eclipse 下载，然后还要下载 JDK， 这个 Java 的 JDK， 好，最后呢再加上什么呢 ？Django 的在 Eclipse 的外挂，这些全部都要把它挂在一起啊，才可以是一个开发环境啊。不过这个也不用担心，这个东西啊，只要做一次就好了。你不需要说每一次上课都要做一次。那如果你上礼拜齁，实在没有做成功也没关系，我会把我做完的环境包成一个懒人包，你就自下载丢到你的那个可能低碟底下，解压说你可以用啦齁，你不用担心说你环境不成功的问题，反正尽量啦，我们这边上课好处就是齁，反正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齁，你只要放轻松齁，然后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，下课的时候一定要再做一遍，反正就这样，不止一遍啦，反正你就多做几遍。还有呢，去做一些延伸的练习题。好啊，这样我想齁，一个学期下来齁，你说你要这个东西没学好，应该我想也除非你自己齁没有花时间。OK， 那这边有 view 齁。我发现这个还蛮热门的。我把它放上去之后齁，还有180次的观看次数齁，六天前更新。OK 齁，所以发现 Python 的需求还蛮大的，因为大家好像只要看到 Python 哦，就会很想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齁，哦，其实这东西难度我觉得齁，哦，比那个 Excel VBA 还要更困难，而且需要知道更多。但是好像可能跟 AI 有关吧，跟大数据分析，跟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啦，影像编都有关系。所以未来好，还有 IoT 齁，哦，就是物联网一个关系。好，还有像什么金融 3.0 好像只要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Python这个程式语言哦，它几乎广泛的被大家使用。好，那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啦，我是觉得如果 Office 上面哦，还是 VBA 比较方便啦。好，那学习起来还是 VBA 比较简单，比较起来，因为你光看环境就好了。如果 VBA 打开哦， Excel 打开设定一下就有环境可以开发了，但是呢 ，Python 你要怎样装一大堆东西才能开发，所以光门槛哦，就垫高许多哦。OK， 好，第一个大家了解一下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那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其实云端上还有云端白板，所以你只要照着 D00 这个建制环境哈，并且测试啦，那我有把那个比较重要的环境大概都贴到这边哈，比如第一个下载。你的环境，那最新的版本 3.64 你就下载 3.64， 再来的话呢相关的测试齁，大家确认一下，这个是上学期讲的，然后一些相关的安装路径齁，也许基本上照着步骤做啊，这个上礼拜的动作齁，再来另外的话呢齁，这个是建制 Python 的部分啦，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这一个利用 Eclipse 这个齁，加一个 PyDev 的开发这一个，那上礼拜的画面主要是这个比较新一点齁，
那里面的话就第一个，3.64， 所以我们又跟上学期不一样，是又更新了一个两个版本哈。然后再来 Django 下载，下载之后把它放在 Python 里面。好，但你放在其他地方应该也可以找得到啦，只是说我是建议你刚才放 Python， 比较不会这边一个资料夹，那边一个资料夹，最后哪个资料夹需要哪个资料不需要，那你会很麻烦。好，而且如果你要重新建一个环境齁，那就会相当要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又很麻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齁，我们把这个 Django 放在 Python 里面啊，输入一个这个 Python 空一格 setup.py 这空一格 install 啊，特别注意齁，这个可能你在因为 Python 会找到那个 Python 的那个这个路径哦，所以我们在安装 Python 的时候，它底下有个 add path 啊， path 啊，其实就是它的什么呢？它的那个路径哦。所以你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哦，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这个 Python 它出现说什么，无法找到那个命令提示字源之类的啦哈、哦，所以可能就是你那个 path 没有打勾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去下载 Eclipse 哈、哦，并且把它跟再安装一个外挂，好、哦，上个礼拜做的。那这个外挂挂完之后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就已经好像上礼拜就讲到这里，好，而且呢再来就是要把那个 Eclipse 打开，不过 Eclipse 还要安装一个那个Java 的环境，好，所以上礼拜最后做完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基本上看到的东西哈，我是把它放低碟底下，我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在低碟底下哈，应该。低碟 OK 哈，然后我会有一个 Eclipse 底线 Django， 它本来下载的时候是 Eclipse 啊，只是说我后来把它重新命名加一个底线 Django， 表示我要开发这个，因为 Eclipse 可以开发很多东西啦，所以这个主要是针对 Django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已经有装了那个 Java 的 JDK， 所以打开之后呢，就不会出现那个什么好像什么JVM 好像它少了什么 JVM 的那个错误画面、哦、啊，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把它开起来了、哦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环境应该就准备好，但是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这个环境、哦、是真的已经可以开发 Django 了，那这个当然很重要、哦、那我们要来做测试。好，那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上个礼拜、哦、我有在Workspace 指的是我将来那个开发的专案要放哪里，那我就把它放在低碟底下的 Django 底线的 Workspace、哦、也就是我将来也都是放在低碟啦，那主要原因是将来我们这个环境都会还原哦，所以你尽量不要放在 C 碟，除非那个硬碟是就是你自己的电脑的话当然没有关系啊，不过自己硬碟也是一样啊， C 碟可能有时候会什么系统挂掉、当掉，你可能要重灌的话，那当然还是放低碟比较保险。好，那按一个 launch 啊，我们就把它执行起来了。执行起来之后的话呢，哈，那待会我们再来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这个环境是 OK 的，确定可以开发 Django。那怎么样确定可以开发 Django 哈？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待会再来看。那请各位哈，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呢，稍微复习一下 ，review 一下，好。那待会呢我们再来确定几个东西齁、哦、因为打开之后呢它还要再做一些设定，你要先确定几个设定是 OK 的齁、哦、然后再来 run 就没有问题了。好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齁、哦、试一下。那所以第一个齁、哦、那个上个礼拜的云端硬碟的位置齁、哦、你就把它输入上去啦齁、哦、然后云端论坛上面呢，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呢，也许你可以再把它加进来。那回去的话哈，记得把那些细节哈，蛮多东西的，所以有时候感觉好像就是，所以微软的那个 Visual Studio 有点像这个菜就煮给你好，你比如你去饭店嘛，你去餐厅，他就端来给你吃了啦，哦，你也不用说你这个要买什么买啊，那 Python 的话就是你啊、哦，里面你要。也不是要自助餐，你可能要自己煮，他给你食材，然后你要全部把它混在一起炒一炒，那能不能吃不知道，好、哦，有的时候可能你忘了放盐巴，或者是忘了放什么，那这个就会容易出问题啦。但是呢，自由软体好处就是它没有费用的问题，但是你如果是用商业软体的话，你就是要有费用问题，
哦，因为可能你要花一点钱啦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服务产生的价值，所以其实这个世界目前哦，未来的环境里面很多是 service 是有价值的哦。那其实目前最赚钱的五家公司啦，像美国市值最高的前五家公司啊，都是做 service， 都是空的哦。像第一名 Apple 啦，有没有 ？Apple 做什么？就手机嘛。他有没有工厂？他没有工厂啊，就委外嘛。鸿海帮他做，可是鸿海一只手机可能赚个一两百块台币而已，他赚两三，一只卖两三万的，他赚一，鸿海赚一两百块，对。那第二家是 Google 啦，第三家是微软，第四家是可能亚马逊或 Facebook， 它两家差不多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啦，前五大都是跟软体有关系的哦。所以未来世界哈，你可以可想而知啦。那当然，整个大全世界美国软体它在前面嘛。那当然，台湾是受大国影响，所以如果你要未来要比较多的机会啦，反正就跟着这个技术啊，主流技术走，大家应该就没错了。好，所以你只要至少你要把像 Python 学好是基，我想未来可能是基本的。好，上学期那个有同学是发现那个连对岸的中国大陆也已经把那个 Python 列为他们高考必考的一个科目之一哦。好，也就是以后哦，他们连程式设计都一定是他们考试科目之一。好像今年那个原子大学哈，大一新生哦，全部都要修程式设计。哎，这我发现，因为刚好是我也帮忙教那个程式设计课了啊，我发现当然是很难哦，可是好像也没办法，必修，而且还4学分，所以可见。